我现在真的好可爱。很好，这个风格还挺有意思的。前一阵去滑雪，我就写上自己星座命名的，是吗？嗯，然后就写白羊座怎么怎么样，狮子座，你到了白羊座，那坡儿巨陡，是吧？我说射手座就还挺，就是一个很欢乐，对的，很欢乐，就是很有惊喜的一个那个什么。好可爱！你们点的哪家？小辉，我是好吃吗？你猜猜春拍多大？你要我把你刚刚夸你的话再说一遍吗？我们团队的小姐可爱吗？嗯、可以上来回来把那个衣服熨一遍再穿上再下去。来一下，
感言吧。说感言，感言今天的美跟我毫无关系，都是别人弄的。谢谢我的幕后英雄啊，因为你完全没有没有今天的美丽。下面有请幕后英雄闪亮登场，来一二三走。高老师牛，特别牛。谢谢大师傅来围棒。幸能够担任第1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第二组入围影片的推荐嘉宾，在这里我想对组委会表示衷心的感谢，谢谢你们给我这样的机会。谢谢我的幕后英雄啊。